这无敌好玩，超级无敌好玩，血腥感。血腥哦，我大概知道是多血腥啊，因为那个游戏的封面以及就是某一些图片已经看过了，感觉有点偏猎奇色色，猎奇色色的，好吧。然后呢，这游戏有只有英文跟简体中文了，这边还有一个鉴赏模式，我为什么不能按 Enter 呢？它这个键盘操作怎么怪怪的？WSAD 是可以上下左右，但是没办法确定，还要用滑鼠确定啊。那我一开始用滑鼠就好啦。啊，我隐藏房间，直接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Kyo 啊，好啊，下一句话按哪一个？按 K， 为什么是 K？所以说我可以不用滑鼠玩也没关系啊。今年15岁，刚刚升上高中。不是 K L J， 是 J。我最喜欢吃的料理是抹茶蛋、抹茶雪。我最喜欢吃的是抹茶雪糕。最讨厌的是苦瓜，因为很苦。哼，今天约了两个初中的好朋友来吃饭，因为我们都考上同一所高中，真的很开心。不说了，我要出门了。没人想知道你约初中的同学干嘛好吗？讲得好像你很重要一样。外面好热，幸好麦当当里面有空调，要不然快热死了。记得尝试所有死法哦。不知道他们两个到了没有？多明尼 ，Kyo 我在这里啊！你们原来已经到了，我们到了很久了。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，我们都准备要走了。这怎么念？伊利，这英文名字我不会念。他开玩笑的，我们也是刚到而已。伊利森，你干嘛揭穿我？他的朋友都 GG 了。好啦，不要，我才刚玩而已，就在那边讲说。后面的剧情好吗？这样我不玩了，好不好？每次都这样子。现在这边聊天室的人有没有全部有没有玩过的？好像很多人都玩过，是不是？那我预防性ban人，好不好？我把你们全部都ban掉好了，反正你们都看过了嘛，你们都看人家玩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才不相信你们这两个这么早到的。咦？你们怎么都已经点餐了？因为。这个英文到底怎么念啊？那个是 ILL 吗？伊利森是这样念吗？伊路森是直接叫伊路森是不是？他说因为有点饿，不好意思。Kyo， 你快点去点餐吧。没事啦，我还不饿，待会再去点。对了，多米尼还有伊路森，想不到我们能考上同一所高中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对啊，高中三年级我们又能在一起了呢。是啊，能跟你们在一起我也很开心。嘿嘿嘿 ，Kyo， 你知道吗？听说我们班有几个超级大帅哥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帅到像明星那个样子。所以开学之后，我看中的你们，不要跟我抢哦。这么帅的话，一定不会看上你的。惊叹号，不看上我，难道看上你吗？没有错，就是看上我。你们两个不要吵啦。难道你要跟我抢？不是啦，高中我还是打算认真学习的。整天学习好无聊哦。不过也好啦，之后我们作业就靠你了，我的作业也靠你了。这就是学霸的缺点，真的。同学借我抄一下，借我抄一下。一路军，是念一路军吗？一路军，好吧，直接叫一路军好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请问有需要点什么吗？一个牛肉汉堡，一杯中杯可乐，再来一份薯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地震了。好，他们两个要死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要死了，让他们去死吧，好不好？救命啊！他们两个要死了。他们两个要死了。这是哪里啊？头好痛。我昏迷多久了？
我在这里睡了多久了？地震之后好像晕过去了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多米尼？哎呀，都死了，都死了啦！拢死啊啦，被吹啊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有人讲拢死啊，啊被吹啥？我直接走出去了，好不好？不用手机联络了，都死了啦，都死了啦，还要找什么？还要手机联络什么？都死掉了啦！啊，为什么老头想他们死这么早啊？刚就有人在那边剧透啊！我一进来聊，我一进麦当劳就有人说，等一下他们两个会死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啊都死了，不用那么认真了，都死掉啦，对不对？他这是内裤是干嘛？为什么会飞在空中的内裤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衣服诡异的话啊？他讲呼。他看到会飘的内裤非常的紧张，怎么会有一条内裤在空中飞，而且好像还蛮干净的，纯洁的内裤哦，原来是存档。好哦，这游戏的存档居然是一条内裤，好，蛮符合 key 那个人间冒险的作风，是不是？啊怎么有什么跑步键之类的啊？没有欸，我手机可以用吗？完全没有讯号状态，好哦，什么声音啊？把肉留下来，骨头与内脏都不要。哎呀，这什么鬼？只把肉留下来。哎，为什么会一直在晃啊？是不是要山崩地裂了吗？一张奇怪的油画，头与心脏位置似乎能够哦。哦，这是要谁的头跟心脏把它放上去门才会开啊？啊，这什么裂痕没有什么用处啊？这个嘞？问号？换子大是 R 取消开火 J， 居然是用键盘玩欸！不要让任何人从牢里逃走。我明明在麦当当啊，不过这里的确很像地牢，又是锁着，非常好。啊。啊，对啊，啊，等一下这两位同学就要死了，啊，我那么认真干嘛？我要回家了啦。这什么恶作剧？谁写这么无聊的字条？如果想死的话，就进到旁边的门。好、哦，死了。哎，五，哦，被反锁，完了，我是要死了。这是啥呀？完了。死去啊！死去！水啦！啊，对，应该要给你们看猎奇画面的才对哈。死亡特写啊！自己走过去，哇！还有他的血是用粉红色的、欸，所以感觉比较不会那么血腥。OK， 成功逃出，可是这样很麻烦啊！我必须要有地方可以存档啊！我没有存档，死掉要重走，好烦啊！他说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自己刚刚要死了，还、欸、哭哭哦。这边有个胖刺，所以这边代表说我又可以再死一次了。这是什么？不允许有人从这里逃出去。好。哎呦 ，What？ 一路军，你取走我的头吧，这样你才能出去。啥？啊！怎么会这样子莫名？不，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不是真的，刚明明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跟你讲说取出我的头？完了。就这样捡起来了，趁热。我知道你们想看什么啦，可是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执行的样子啊，不好意思啊、喔。哎、欸，好像没办法，莫名其妙就直接说取走我的头。我觉得我要先存个档，哎，感觉不太妙。看到这些房间，我知道待会会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，好不好？
两个女的，你想执行什么？啊，你也知道剧情不是都会千变万化吗？可能就会长出奇怪的东西啊，不好说啦。我要被毒死了！啊死！门被锁上了。哎、欸，还真的哎、欸，我就这样子慢慢的毒死哦。闭上眼睛，仔细听这个声音给你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感觉。闭上你的眼睛，有非常好，我已经想象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了，我死了。毒死，还好吧？我觉得这个毒死虽然难受，但是不至于到什么肢解、猎奇这样子。然后这下面是毒气室嘛，然后这里是什么？把我的心脏取走吧！干他裸体耶、欸！这家伙裸体耶、欸！对你有帮助。What？ 哈哈哈哈哈！太残忍了。他们奉命要让我离开这里，要把他东西全部带走，什么鬼啊！存档，存档，存档，这个你就不能撑了，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位置不对啊！而且这样子从下面冲上来，心脏都烂掉了吧？我怎么觉得？啊，都烂掉了，还能干嘛？看一下。不要在这个房间随便走动，我就是要走怎样？哦，哈哈哈哈！对不起，我的错 ，I'm sorry。超痛尖刺 ，CG to get。哎呦，这啥鬼啊？啊，好恶心！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哦，哦。哪哥哥，这样子很难想象宅男的人间冒险上一代作品居然是血腥猎奇像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差太多了？你们会不会这种感觉？哇，是宅男的人间冒险欸，他的上一代作品欸，一定很好玩。结果，哎呀，干，好恶心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哇！怎么会差这么多？宅男人间冒险这么好玩，又这么的有趣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差太多了，风格差一大截，真的啊，差太多了吧？我感觉有点输压，我还有救吗？你可能压力大，你知道吗？多多少少人就觉得输压代表他现实生活中压力太大了啊，这就是类似感觉像你现实生活中压力太大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去玩《三国无双》，好那种扫怪 game 啊。其实我蛮好奇这里到底有什么的。打开抽屉，哎呦，一张诡异的照片，不知道是谁的，恶心。我往右边走。哎、欸，这边我过过吗？那一扇门我开过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我有点忘记了、欸，没有再进去的必要了。哦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地方是我们刚去的那条路嘛，然后我们从那边上面下来嘛，然后下面可以存档嘛，我想先回去存档一下。路痴才会发生的事情。刚刚明明进去的路还会说这是哪里，哈哈哈哈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老头是路痴啊，你们要习惯啦，你们要习惯啦，好不好？知道吗？哦，然后我不太想看聊天室了啦，因为会有人在那边讲剧情啊，一张奇怪的油画。头与心脏的位置似乎能放进东西，
其实我应该有讲过我对于剧透的容忍度吧。你要讲解谜方面，我是没差啊，讲实在的。真的啊，你要讲解谜什么之类的，我没差啊。可是你就不要那种，我他妈还没开始，我人都还没有开始正式要体验剧情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把一些神展开的剧情啊，哦啊那种非常他妈的可以让人家觉得叹为观止的一些事情，全部都把它说出来了。那请问一下，我要投入什么？我觉得剧透这种东西。拿捏得了分寸，我觉得其实不大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大碍啊。我真的觉得没什么，真的觉得没什么、啊。虽然是老游戏，我知道聊天室人大概都会说一些有的没的啊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不顺眼。哎呦，这张小，石敢强，蟑螂。只好鼓起勇气，一口气走过去了。你们知道，你们那些化妆品 ，SK2 胶原蛋白以及什么精华液，全部基本上都是八成都是用蟑螂的萃取物萃取出来的吗？你们擦的那种保养品啊，哦，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没的啊，都是蟑螂做出来的。没在跟你开玩笑，这是真的啊。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你知道你们在吃的那个虾子啊，钓虾嘛，会有虾子钓出来吧？它跟蟑螂是亲戚呢，它是海蟑螂哎。你们要不要继续吃啊？我讲一讲，没人敢吃蟑螂，不是没有人敢吃虾子了。完蛋了，我要成为罪人了。哎、欸，有枪了，水哦，拿走，等什么？没人拿走，我拿咯，以防万一，还是拿走吧。虽然不太会用枪，但是拿着会有安全感。哎、欸，他的朋友都已经头不见了，都断了，然后他现在还有心情笑，遇到危险乱射一通也好，不管了，我要拿走了。为什么感觉他对于他眼前所发生的事情，就好像是一张一张的投影灯、幻灯片，你知道吗？他换到他看到他朋友那一瞬间，头被插割下来的那一瞬间，他惊讶，他害怕，可是他现在看到这把枪，他却可以笑得出来。而且他不是初中的朋友吗？认识这么久了，居然好像说哦，你就这样死了，然后假装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一样。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我要怎么用枪？我要……我、哦、这个玩法超像《恶灵古堡》的、欸，这样子。看一下，确定开火，举枪，空白键。哦，我会了。作者应该是《恶灵古堡》迷。门是锁着，我们刚刚存过档了嘛？那我们就不用回去存了。他拿枪感觉会膛炸，然后说又一个新的 CG 图是吧？可以。风狼吃过很多蟑螂，风狼是谁？风男，哎呀，原来是变形怪的部分啊！哇，这是什么怪物？好巨型，好恶心，身体还一直动。哇塞！这是肥仔快乐水喝太多啦、啊！哇，这什么东西？不要过来！哦，还蛮好打的嘛，两枪就死掉了。这边有没有 CG 图可以看啊？比如说我太靠近他，把我抓起来吃，好像不会耶。这边没有 CG 图啊 ？CG 图这很经典，你说这一只吗？好，那我站着给他抓好了，快点吃我！杀怪物，射不了他、啊，我在浪费子弹啊！哈哈哈哈
哦，你说小只的、哦、啊？那个之后应该会有吧？真假的、啊？那个怪只会出现在这里吗？啊，不然这样好了吧？应观众要求，啊、没关系啦，装弱一下。人家是女生呢、欸，不会用枪，然后呢，就看着她 play 过来。人家是女生呢、欸，她一直从后面背后试进行。哎、欸，咬得太慢了吧，快点啦！哦，死了。就内裤弄出来而已啊，有很赞吗？为什么有人说很赞？其实我看起来，我觉得就啊，我以为会有什么撕裂场景，这里好多棺材，只觉得里面的东西突然爬起来，不行，不要再往那个地方去想了，没事的，不要吓自己。哇哦，哇哦。这一看就是这里啊，棺材里面好像有东西。开，取得了钥匙缩小枪，什么东西啊？全称钥匙缩小枪，能够把钥匙缩小，顾名思义就是缩小钥匙嘛。嗯哼，哎哎哎哎哎哎。哎哎哎哎哎！哇，这边开始全程都有这个、喔，哇塞！啊，没子弹我就死定了！天哪、啊！什么？嗯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欢迎来到惊异乐园。惊异乐园，地上白色的，哇，好恶心。好哦，你的量有这么多是吧？这只是一个彩蛋而已吧？好吧，什么鬼东西啊？我觉得这里面恶搞成分应该跟 Kyo 那个不是跟 Kyo 跟宅男冒险应该差不多吧？好啦，不能用逻辑去思考。等一下这个地上的格子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我先存个档，存上面好了。这个格子是什么？我看一看，好险，好哦，好加载我就这个啊，哈哈哈。把钥匙做这么大一把干什么东西？还蛮好笑的，我觉得。我可以拿了，可以拿了。金色的钥匙，感觉还蛮安详的。不过通常拿到钥匙返回的时候，都是那种神展开啊，剧情都一定会有所变动，肯定要被什么东西追之类的吧？有这么的顺利吗？我靠！你错几嘞？哎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是抱持着一个非常轻松、放松、自在、奔放，好吗 ？You know， 非常放松的状态在玩这款游戏，你不要吓我好不好？我要看聊天室，你知道吗？顾及聊天室已经很辛苦了，虽然没什么在看聊天室啊。那什么东西冲过去啊？吓死谁啊？被韩粉吓到了，干啥？哎、欸，别！哇，这个一定要杀是不是？好啦，烦死了！开门喽！我们开这扇门好不好？我这就救你啊，不是救你啊，
哇，这没有用啦，我也可以救他欸。主角是光头。没有啦，你说的那个宅男人间冒险那个光头的那个 Kyo， 他是 cosplay 啦，他是别人假扮的啦。就是你也知道那种展场不是都会有那种像是很多人喜欢 cosplay 吗？哦，所以说那个不是真的这个的 Kyo 啊，那是别人扮的啦。哦，是这里哦，这边又有内裤了。Perfect， 出来咯，重见天日。有没有敌人？没有。怎么感觉背后有鼓？哇，这谁？啊，鬼啊，快跑啊！是我。啊！原来是吊死鬼的部分啊。马上就秒杀，我应该不能开枪射他吧？射不死啊！鬼超慢的，你看还要等他有没有？年轻人的独特风格。好啦，反正就是跑嘛，应该是射不死啊！啊，他那么慢有什么？哦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慢了。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 ！Oh my gosh， 机智啊！我推错了啦。干什么东西？我在干什么东西 ？Oh my gosh！ 哇，没事啊。哦，天哪 ，Jesus Christ， 终于逃出来了！刚刚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会在里面？啊，这里是什么？这里不就图书馆吗？怎么图书馆下面会有这么恐怖的地下室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？用力捏一下自己的脸，好痛！你不是在 ？Oh my gosh！ 冲杀！刚刚的女鬼没有甩掉吗？还是不要想太多，离开这里，这里让人毛骨悚然。好，没有电了，灯怎么了？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哇，我还真的看不见，是谁？赶紧给我出来，不要吓我好吗 ？What the fuck？ 哎，这是那个女生，我的女同学 ，Kyo， 是我。啊啊啊！对不起，原谅我，原谅我，我也不想拿你的头到处放的。我没责怪你，多明你还活着，你快去救他啊！真的假的？那我该怎么办？这里有张地图可以指引你离开图书馆。不对，使用的时候要小心。获得受诅咒的，为什么？我一定要把多明尼救出来的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对了 ，Kyo 死后非常痛苦，非常的痛苦，变成亡灵了、欸。他为什么说叫我使用地图要小心？然后呢，拿到那个是诅咒的地图，是不能一直看吗？一直看会有鬼来抓你，是不是 ？Key A， 我现在连我自己人在哪都不知道。哦 ，Safe。好、哦，干妈的，没事哦。你看左边有氧气筒，上面有道具箱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要反几次啦？哦，